一年一度的妈妈颁奖典礼今天在日本大阪登场。典礼第一天，主持人由松米担任，她以一身全金礼服踏上红毯，瞬间成为全场焦点，不愧是人间芭比松米。而今年出道的 NMIX、LESERAFIM、KEPLER 等新生代女团，首次出席妈妈就在红毯上大秀好身材，还将在典礼中带来超大型合作舞台，让粉丝们超期待。另外，女子新人奖会被谁带回家，也是这届妈妈的最大看点之一。除了年轻妹妹们，当然也少不了超经典姐姐团。女团 KARA 时隔七年终于回归啦！访问中短短一句“我们是 KARA”， 就让粉丝们直接飙泪。而他们也将在今晚带来回归初舞台，喜欢 K-pop 的粉丝们可绝对不能错过。而女神演员江汉娜穿着高雅又性感全黑礼服出场，被问到最期待见到哪组歌手时，她害羞点名新人 LESERAFIM， 小粉丝的样子实在太可爱啦！光是红毯就这么精彩，今晚的颁奖典礼肯定也是满满亮点，绝对要死守本放哦。